这一次的通行证车超帅，紫金 Seno， 那我们来看一下购买它一下。确定 ，get， 是不是？就说好看，而且喷金光，哎，金色不淡季，可以哦，大牌了，升级。我们改1087，看好看，这一次通行证我觉得好看，非常非常好看。278.7 啊，通行证的车比那台免费车合金，就是 Nathan 30周年那台车快了一点点，那台是277.6，那这台是278.7啊，大概快了 1.1K。来试跑一下成功，哦，刚好像好多咯，这个手感。再开，哦呦，这么贴的吗？0.2。35啊，有哎、欸，我靠，哇，这就是维克车吗？35，这张好久没跑，换了。这稳定性蛮好的，别别干，最里面啊，速度不够，他们要把飞石头的上面，笑死，草衣，草衣啊。还是不行的，车速还不够高。路虎那边好像可以。哦呦，吓我一跳！这也是拉丑，是不是那些都蛮快的？换个跑法。刹车锁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哇，走不过去，喵，那个石头飞不过啊，白痴哦、喔，那个车速不够，那个如果有二段或超越，我就可以从旁边飞下去了。啊，那个怎么很像是外挂？有没有看到刚刚那个？他那个旗号怎么了？他有开吧？有吧？还是他是那个？
很像开挂。难道这个游戏有弹射起步？你们怎么看？你看它的转向就是这么好。那他切 AYC 也切太猛了吧，白痴啊，走错棚了，应该是爆屁吧？我看那个起跑超夸张的快，很像是那个有一次有一台直向车，不是那个起步超猛的吗？就是像这种车，像刚刚他那样子啦。哎呦哎呦，都没有拉好。我靠！是不是要出那一招，各位？没有气啊！我氮气开光光了，完蛋！给你笑一笑，哥！我想要那边三六零，但是我发现我转过来之后没有氮气了，我的氮气被我转完了。我一下他，我有。先不要下去，我看你，我以为我要死了。角度不是很好。那我们之前有稍微练过一下，哇，尴尬，没气了，这边爆了，先给队友护吧。这关一定要甩满，OK， 有呗，这台车就是这么好贴。说实话，它的手感很好，所以我才有办法这样子甩了。这一把一样当助攻手好了。有看过通行证当助攻手了吗？挡一下有没有？啊，这队友不能挡，不能挡，你们先走，我后来。我现在不知道队友是还是敌人啊，这个敌人，地照一下，反吸尾流，地照一下，卡。不是，等一下，你们有看到吗？他刚刚被我卡死在里面的、欸。为何？为何他穿过我？这什么画面？我又来了！好、哦，打了一下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来了。好友卡住，
喂牛操。注意哦，来来来来，我停，有有，有稍微停到一下，快！哎呀姑，摩托哎呀姑，刚刚那个画面有吧？应该是把它卡在那个左边，结果它在最后一刻穿过去了。这个机制真的是好，哎。